请收看《卫星世界风水情景》。上帝色，各位神仙大德，及十方法界有缘无缘、有情无情众生，阿弥陀佛。咱这节继续过来讲风水真经啊，哈，咱这个风水宇宙观，啊，风水宇宙观，咱顶节咧讲到这个灵气，哈，灵气啦，哈，即个。的原则，大乘佛法甲小乘佛法的原则。咱继续讲啊，咱大乘心法啊，哈，因为咱当一个人啊，表现伊小乘通力以后啊，啊，咱小乘通力以后，对伫后面呢，接受心通力帮助者，就是讲我甲你灵了，哈，是成一个小乘通力。啊，你接受我，啊，你好多灵了，啊，是气功，甲你拍通迄路。啊、哦，那是不是个自此以后病拢无去啊？呢，是不是病全拢无去？啊，永远是无其他病，是不是安尼？哦，啊，但是恁练气者，是不是因此呢？会当心安？咱练这练气的人啊，心是会当安无？相信啊，恁练气的人啊，修炼这个真气，修炼这个气的人，本身心中啊，时时期待他人来甲你回报，或者回馈种种的心念，种种的信念。哈，大家的禅机禅机真大真深。我你今日有这病，我甲你医好去。啊，站在咱练气修行的人，我有练这个气功神通力的人啊，哦，来甲你医你的身体的病。首先的条件呢，咱来正确认识，这就是一种互相一个结缘的交流。假使某个人你有病来互我医病，病痛，这就是交流，咱人结缘的桥梁。病，那么呢，我用我甲你医你的身体，啊，医你的身体的神通力，用神通力甲你医咧，嘛是一种交流，一个桥梁。那桥人一来一往呢？咱有病的人啊，这个叫做身体上这个气啊，较属阴，属阴，阴结较重，吼、哦、病者，吼、哦，好个医者，医者就是练气的人，练气的人。练气的人，啊，生病的人，求医者，求医的人。那么，当第一个观念呢，咱来有病的人呢，来找到这个医者，有这个练气的人，有修行这个人呢，哈、哦，将你的病呢告诉他。那么你甲医的时候，就来是阴和阴电，阴电。因等来求这个医，甲咱医身体的人。咱出去放阳电呢，将这个有病的人，伊的病甲医好去。咱练气的人呢，伊光吼、哦、光能量较强，吼、哦、这个伊能量光强，光较强，光较强，啊光较强，吼、哦、光弱就是阴电。所以阴电，
那么阴电的阴呢，就是咱的消极、消极、黑暗，好、哦，怨恨，这心怨恨心所造成的，所以这一边，啊一边是啊，伊就是造成的阴电电光混浊，阴电混浊，阴电交加的。那么有修练气修行的人啊，伊有悟道。悟道，好、哦，心灵的光啊，心灵的心中的光啊，哈，光能量哈、哦，完全有发挥出来，有发挥出来，所以用这光很强的光能量来个这阴电，阴电给化掉的，给化掉的，补充伊的阳电，补充这个阳电，补充这有病者伊的阳电，有病人辛苦嘞，有这阴病时哈、哦，就是。阳电较强，阴电较强，阴电较强啊！啊，所以必须要将阴电给化掉去，必须要靠这个真强的光啊，阳电的那个消除掉，病才会好，这病才会好。哈、啊，但是诶，这个这状况呢，咱讲伊个人啊，哈、啊，咱唔多时时心心呢，心存着讲哦，你一记得爱给他回报，一直爱给他答谢，爱得包偌济花，还是偌济？你若是你若安尼时时心态安尼想法的时啊，你答水袂好，被医做袂好，然后咧你讲医者讲人医的人，你病咧，对方的所有拢接伫咧，无倒出去，怎啊袂出去？因为咱个一心一意要求人，希望讲人会回报你，人会报答你，希望讲啊人以后互你足欢喜的安尼，吼，啊你会报答的心态造出来时啊，对啊，那么对方咧下济人的因咧阴电啊。就是接咱才袂出哩，袂出哩，袂出哩原因就是呐，咱就是出哩时时遵着讲对方的形象，所有一切和咱伊的形象，伊的形象呢，他的无形中呢，咱的脑意识思想，这个间接吼、哦，间接甲直接的去的，一个接对咱辛苦来，再辛苦来呢，讲伊的人你病全袂好，全直接这即个咪死翘翘，哈、哦。不是讲好，我甲你医的医咩就来啊，嘿，医咩袂安尼。咱是本身要讲医的人，你病啦，你必须要要甲医，你我都化掉伊的病。你有能量足强的光，不管是倒咧照出嚟，咱爱像有太阳的光，太阳光的能量，咱只顾照出去，你不要管众生，莫管众生。伊有答谢哦，太阳公公啊，谢谢你甲照到，互我袂起寒。咱莫这心态。咱若安尼心态，就是咱佛所讲个啊，众生相。哈，众生相一集，众生相一集啊，你就将所有有病有病者个人啊，伊个病啊，你不管是甲定调咧，你甲定调，定调咧，你自然烦恼会到位，烦恼就会到。那么所有病在你身躯咧。真紧嘞，换人都够巧。哦，这点嘞，就是讲为什么真侪我开始在讲灵疗啦、啥啦，根本无老古讲的都够巧嘞。好、哦，这种心病，希望人家回馈你，希望人去报答你的心态造出来时啊，你的心的太阳呢，还比月亮还少，但是像萤火虫，像萤火虫。啊、哦，这都是咱的心态的问题。而且十几年来啊，哈。啊，本来都结他一善缘的，结他一善缘的结缘啦。啊，有的人说，反正老师，哦，你安灵疗吼，你安尼会多。也袂咧，甲当十三年啊，都还都还无得好叫，吼，都甲当都还无倒去，吼，这个心态时时诶，练起咱内在一心诶，这个光能量，这个精气会化落，咱的太阳光，卖去目睭里卖去无电呢，卖无电去，无电的时啊，你就自然咧，真紧咧，无电换阴，换阴照出来，阳气无换阴气出来，换咱破病。迄阵破病就是众生的病，都有我的病啊！
好，我的病也有众生的病啊！哦，我身体病啊，原来一头壳疼，当然嘛来啊，胸口疼嘛来，手疼嘛，全副总疼总到位，所以众生的病拢正常。这点各位爱注意咱的心态，好、哦，你要处理就处理，乖啦乖啦，我只放像太阳光，一直放出光来，不管所有众生啦，怎么回报不回报，回报不回报，那只是因缘法尔，因缘法，因为众生啊，拢是咱的。身体上每一个细胞，身体上每一个细胞都有自然的运转、运转的功能，哈、啊，新陈代谢的功能都是有在运转，哈、啊，咱就无必要讲，等下哦，我细胞你袂记嘞，哦，这你这细胞显然你爱个搭啥，没得搭啥，哈，伊伫脚尾哩，脚尾细胞要走到咱头壳顶来，嗯，那边来走，无可能，只有靠糖来甲你加加来对头壳顶来，安尼尔，哦，所以那心念的问题呀、啊。社会上练气的人，练着气的人啊，有一个人啊，拢希望他人有回馈的心的表现，这是爱足注意的，啊，爱注意。众生有病来求，给你求多，请你帮忙的，啊，这是一种考验，很一种考验。考验的就是说，磨练咱这个时时服务众生的心的观念，而且呢。考验讲，我是咪有所值当时时的爱来回馈你，爱回报你。那安尼是啊，咱就枉费咱在做这工课。安尼呢，咱就会实在讲，哎，家己到尾啊，家踏入自己步入黑暗的地方入面啊。好、哦，所以咱的心啊，比较贪念，好、哦，甲无底的痴心啊，收缩白，咱心莫放白去，好、哦，甲捉弄去啊。所以各位啊，出去，恁若有朋友伫遐，因有困难，你甲斗三工过就算了。你不要等到啊，一定按回报，不要这样。你若安尼时啊，你的心会互作作弄去，你互魔，你的心魔作弄去啊。然后咧，互束缚去啊，迄是足可怜的代志。啊，最后咧，嗔怒咧，咱若无人，人无人甲答谢时，吼，生气六大，气不不，拄到食就倒，拄到食就倒，当我想遐无情，吼，我甲斗创啥创啥创啥，拢无来答谢，到尾我甲你跳入地狱，足可怜的。好、哦，所以呢，爱注意啊，因果循环呐、啊，周而复始，一直的复，一直宽复宽复啊，永远无停，永无止息啊。那么社会的乱象，空气啊，又围绕在社会力的空间，所以这方面的呢，社会这个空气啊，乱象的空气啊，乱象的空气，又个射在咱身边，哈，安尼就真正烦恼，真正可怜啊，又个射在咱身边啊。啊！现在香菇变一个空间，三层、四层都乱完，变成风台，变成风台来，就不满来啊！哦，真爱注意的对。啊，所以风向啊，这个练气的修行者啦，修行者那只呢，咱平常时静落来检讨，咱检讨，咱教导众生，爱反省过去所作所为的结果啊，自己的心啊，真正会当安稳，真正会当安稳。好在咱来世间呢，拢是求心安尔。求心安，就上大福报；心若不安呢，上大烦恼。烦恼就是咱的最大的敌人，烦恼是人生最大的敌人呐、啊。爱注意，那看了烦恼拼的弄，咱若看了烦恼爱拼的拼的弄，我唔敢惹你，吼、哦。所以看了烦恼爱拼的弄，哈，烦恼在哪里？如影随形，那是影的对应无边。爱注意啊、哦，所以如影随形啊。相信啊，是所以这。一记过去，我甲你经验啊，好，我甲你经验的是啊，好，那有当时啊，心有动念，哎呦，某某人，你好啊，你那把感谢谢，好，那把谢谢来，你那把关节疼啊，变来在拜罗座，好，我一家叫罗座咩？伊讲，恁关来是恁家，阿咪我家，我罗座，好，我阿咧想，好，你要挂过来，我都唔敢甲信徒讲，我你叫你挂物件来拜罗座，好。啊，有当时啊，咱真趣味。你好，你写遐个吼，你啊看，啊，带囝带孙咧来要拜佛祖，问阿孙咧，阿囝阿孙咧，你看你爱食啥？爱食啥？你才买来拜佛祖。吼、哦，先问囝先爱食，再拜佛祖。可见啊，佛祖嘛食咱无爱食的，吼、哦，佛祖食咱无爱食的。吼、哦，这就是讲咱啊，各位啊，爱了解，吼、哦，时时回馈的心态啊。好、哦，咱的爱是爱真注意，所以释迦牟尼佛、释迦牟尼佛，才讲你《金刚经》内底开始无我相。
这四句吼，各位咱爱好来甲体会嘿。无我相的是。无我相，无我相，咱呐、啊，假使有我这个假我是假我，假的我，你个阿我张某某，张某某是假的，这是我老爸老母，给我因为有生这个体，给我给到张某某给我好的名，哦，这有一天原来无去，回归大自然，无我相，啊，无我执之心嘛、啊。你个阿个我张某某，我某某人张老师一定的，只有我张老师可以靠回想，那可能我张老师，我想熬，我想安尼都都错过去啊，就有我相去啊，那哎无我相，无我相，无我这个人，无我这个结合的，但是有那一些心呐、啊，有这个心呐、啊，大公无私的心呐、啊，太阳光的心呐、啊，才是就无我相，好无我相无的。太阳的心嘛，太阳光之心呢？好，这是无我相，无人相，不是无人，没天开无人了。好，你个阿哥帮某某人，特定的某某人，甲乙甲戊乙戊，遐就对了。好。我曾经帮过某某人，我有足多恩惠给某某人，他有这人相，就有人相，所以佛来了就有人相，我相、人相、我相、人相。有讲某某人、某某人、某某人特定的对象，人相。我帮助到什么人，反正人相，迄拢是无开过，所以叫做爱无我无人相。你所做的，这拢是一个义务，给佛啦，可能讲拢是一个义务尔，甲责任，好，义务甲责任，并没有什么功德可言呐、啊。无众生相，无众生的相，哈、啊，众生相一切人定，一切不定。讲我帮助偌济人，所有的这拢我帮助我一面，就众生相有众生相，好、啊、众生相，好、啊。那么众无众生相呢？那所有一切经过过所有一切代志，无论代志物件看过啥，做起来都过好过都好过啊！你不要甲接伫遮，你莫绑伫遮，绑伫遮嘞，你就只有痛苦。这只有痛，所以四相皆何难破，那能破烦恼。破烦恼的烦，破烦恼的华，就是无好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受众生相、无受着相。啥叫受着相呢？某某年、某某月、某某日，我底下做过偌济代志，啊。底下做过偌济善事，我底下在救过偌济人，我底下创啥？啊，那讲到时间地点，一直时时你都绑底下，你若有这以上四种的观念的时啊，只有痛苦，只有烦恼。哦，所以金刚经啊，叫咱空爱空，要空空空空，就是这种空，空就是这一次。四种无我、无人、无众生、无受着相，这个观念、这个执着啊，无这执着的时啊，你就无得烦恼，就破烦恼，然后才能达到真正的空、很康啊。好，把它认为都是一种义务、加责任的时啊，
那就能空出来。一空呢，你就烦恼就破掉去啊，都无烦恼啊。好、哦，把一届呢吼，我都一寡信众地主啦，你聊天讲老师哦，你救遐济人安尼吼，你拢会记得哦。吼、哦，你就卖受害，你甲问我拢会记得，迄是伫要甲害尔，害我干呾当想想到我起笑。吼、哦，啊你帮助遐济人去起笑，迄就一个责任。好，所以啊，遐富婆山啊，三不五时啊，照只地主的嘴啊，甲讲讲人人的吼，啊，我本来心都平平平静，我啊人人，咱倒回人人的浪花，好，懂了嘛？在做凡夫，做凡夫啊，所以讲呀，咱爱注意，哈，啊，都我这是任何一个缘分、责任、义务、责任、义务，所以呢，国父孙中山先生啊，啊，伊就大彻大悟，人生以服务为目的。咱若时时记掉讲，人生以服务为目的的时啊，那么四相一定会破，啊，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受者相，啊，这四相破除烦恼的方法，啊，破除烦恼的方法。练气哈，练气的修行者哈，咱各位啊。那咱在练这个精气的修行者，还是练空气的修行者呢？哈、哦，迄、那个努力依照慈悲喜舍的妙法，慈悲喜舍的妙法，努力实行于日常生活之中啊。那努力的实践去日常的生活之中啊，相信各位啊，当下的心灵当下已进入真气的境界啊。那呢，要让精气、真气会当进咱的心灵的时啊，会只有一个方法啊。努力将慈悲喜舍，吼、哦，进入咱的生活中间，配合来应用，然后呢，都安进入咱的心中，进入咱的心中，安尼是啊，咱的精气啊，都我都继续发露出来，啊，练气的要领，过来练气的要领，不爱八卦八卦之方位啊，以时间空间的循环，时间空间的循环。人体的内，人体内底有内八卦，哈、哦，八卦的部位，乾，哈、哦，八卦，人体练气，哈、哦，那这是练气的，练气的方法。练气的要领啊，哈、哦。甲练气的两项气，练真气，甲练迄个空气的要领，练这空气的要领，这是后天呢，啊、哦。这是后天的修炼法，哈、哦，这都是咱的依据八卦八的方位身体上的。哈、啊，这个气的运转，气的运转，哈、啊。那么首先呢，咱依据先天八卦，先天对离进，啊，顺坎引坤，啊，这个呢，将咱八卦来讲，就是江东。江西，啊，这个原理呢，就是讲八卦的原理哈，乾、地、哈、离、进、顺、坎。金啊，坤啊，这八卦啊，这条分为S 型啊，好，这个江东，这南嘛，好、哦，这北，这西，啊、哦，这江东啊，江西，刚刚说这条是江，啊、哦，这条是江，啊、哦，这条线哈。哦阴阳啊，啊太极的哈、哦，这条就是江，大江，大江，生死的大河，
生死的大河大溪，哈、啊，这边阴，这边阳，这边阴，这边阳，哈、啊，这叫生死大河。到大川呐，就是大川，大川绿色大川，好、啊，五色合来超越生死的大川的境界，这条法门，啊，所以大川呢，这条线太极阴阳太极的所分的，这边的江东、江东、江西，啊，这东四面，这一、二、三、四，这东四面。好、啊，西四面这西四面，这是先天为体的一个原则。好、啊，那么那个练太极拳嘛是安尼，所以太极拳这写的就是写太极，太极拳写这里、个、这一个八卦的太极的运转。啊，那太极拳我是无学啦，好、啊，我无学啦哈，但是。那太极拳的要领就是记下来。那么乾为首，乾卦，乾就是为首，咱为头壳。哈，对为左为靠为锤，对为左，哈，正为足卡，哈，进卦就是咱的卡，顺的哈，顺的咱的卡层配，顺卦为屁股，哈，这里坎卦为耳，看的耳啊。好、哦，见卦了哈，哎、哦，离下不掉哈，啊，离为目哈，离、哦、为目，离为目，离的目睭哈、哦、为目哈、哦，啊，这根为手，根只为手，咱的手，好、哦，坤为八洞，坤啊，大地为坤的八洞，这是人体有形的部位啊，人体有形的部位，好、哦，乾为手，对地为靠，离为目，进为足为卡，顺为卡通体。坎为耳啊，肩为手，髋啊为腹肚，咱一个人的形体咧，就已经就完成起了。啊，这真的，但是练气就对任督二脉、阴阳二气、任督二脉的阴阳二气的拍通非常重要。任督二脉二气是阴阳二气的贯通啊，这个气是先有是原有的能量，任督二脉就是咱的先头天的气啊，拍通起来是啊，先天的是先天气足，是存于咱体内，体是存于体外虚空中，任督二脉一般把积在这内底呢，好阴阳二气的流通，但是呢，实实在在的。大宇宙虚空本来就具足的两物件，好，任督二脉能量一起的大宇宙的物件，不是存在体内，不是存在体内的部位，好，不是存在体内部位，啊，存在体内也是气的而已，体内体内，体内是这个气而已，除了体内是气，啊，那么是体外呢？哈，体外呢？哈，体外是这气，气的大宇宙虚空本来就具足的物件，好，咱人内底嘛有这个气，也有，啊，也有就积在咱体内任何一个细胞，拢有这点气。那么气的真气呢，是咱的心窝这个所在平衡点是真气，好。所以存在体内的气是不永远存在的，因为咱人一旦死去以后呢，二气全无啊嘛，二气都全无啊嘛。啊，咱人嘛，要未死去破病的时啊，这两个气嘛，随着体力一直耗尽气啊。咱人呢，好啦，死了后呢，这个气就无呀，空气就无呀。哎呀，哈，而且呢，咱人呐破病的时啊，随着迄个体力一定消耗，一直消耗无去。嘛无法度再运行二气啊，啊，那么是什么物件才会不会坏灭呢？是什么物件才会派去呢？哈、啊，只有真气才会灭呢。咱人爱修这真气啊，真气才会灭去。哈、啊，真真真正正的气才会灭。
今天这样子来去的，就是三心灵那一个光，那无量光，哈、哦，心灵无量光啊，才袂变去。好、哦，普通嘞，迄、那个一般一颗连入去嘞，噶袂变。身体若去死了，一了百了，一了百了。啊，真气嘞都无呀，啊身。啊，所以咱若无体会讲真气的原点在哪里呢？啊，你连空气的身体的运转呢，尾也嘛是全无去。哈、哦，所以点要过去爱健康去认识。那么啥叫未害去呢？只有真气不会消灭，真气是阴阳之气，人体以外是咱身体、人体以外，哈、哦，大如宇宙虚空全体的阴阳之气。咱大宇宙宇宙虚空的全体阴阳之气啊，不是人体来的之气，不是身体内的阴阳二气啊。那是要梦语啊，都即未以体内之气的时啊，咱人必然会被体内这两个气束缚，无法度解脱。这一段很重要，对咱各位要修行这个气啊，修行真气啊，爱真重要。首先爱认识。这真气呢，是大宇宙虚空所有的平衡点，就是真气。这真气是大宇宙内底有啊。那么咱就大，咱的心大，甲像宇宙虚空较大，咱的心有较大。那么真气就是咱心本来就有的物件。那么日气呢，咱的练气，我哦，这任督里面一直拍，这个任督，我们气的拍，就是洗酒汤，就是洗干嘛？那是空气的气，啊，这空气的气。咱若一直接触个身体内的阴阳日气啊，日气的时啊，咱若必然会互这两个气束缚，咱会绑掉的，无法解脱，无法解脱，顶个这个气就拍袂出去啊，打不出去。好、哦，这点各位必须要去了解，必须要了解的。那么咱一间厝所接的气，好、哦，所接的气本来就有是迄号真气存在。但是真气的存在呢，必须要靠外面这空气的对流，外面的空气对流啊，哈、哦，阴阳之气也对流，一直来一直去。所以任督二脉阴阳二气，就咱悬空爱心啊，悬空而且，啊、哦，悬空爱心啊。有天流行之气，流行之气，那是火用，哈，水，哈，地球及太阳系、恒星就是未害去就对啦，啊，未变化，未变轨道，及太阳系、恒星啊，磁。这是流行之气，接着流行之气的阴阳二气，啊，阴阳二气的掉，阴阳之气，这是瓦用的，是活用的，所以地球、地球呢，自转太阳系的恒星一点的磁力线，就稳在相吸引的作用力，哈、啊，相吸引的作用力，悬空爱心，好、啊，咱一根柱。内底咧，我即间厝温咧，行几年温，气运咧是升几年咧，几年温咧，即拢是根据即个阴阳二气啊，即悬空爱心啊，啊，悬空啥悬空咧？悬空就是讲咱大宇宙虚空啊，伊是即用即写法咧，不是固定的写法，一定是安尼写安尼画安写都对。像电子啊，电子伊就写诶轨道伫行，啊。这就是咱一间厝的气的行，就是安尼。唔只讲哦，这间厝行几温，啊，行几年，以后就失了，就失温了呀。原理就是根据阴阳二气，现在是当令是阴气在生啊，是安尼。吼、哦，是现在当令是阴气加入来滴，哈、啊，还是阳气加入来滴？当令就对，这个出去的啊，这讲煞呢吼，风水宇宙观呢，讲煞进入风水真经的时啊。我也完了，这个后门我这期我会开出来，会开出来，好、啊、把这个阀呢开出来，给各位来了解。好、啊，有兴趣的研究，那无兴趣的听听呢，准你仓库内底有一天用得到，哈、啊，用得到。这就是讲这个要领啊，这要领啊，
吼、哦，既然要传就总传，那唔传就卖传，吼、哦，我就是安尼，吼、哦，啊，既然若要学，你就学到头，若无就卖学，安尼俩，啊，足、哦、简单嘞，好、哦，这一点呐、啊，大家呢，你们读一下，嘿嘿，我嘛读一下，大家一起读一下，大家做一个倒着嘞，吼、哦，倒着嘞，看出出到一个师傅哦。所以八卦哈，阴阳之气啊，但是入道这边是非常重要。入道阴阳之气贯通，气是原有的能量，哈、哦。这先天之教，准你体外虚空之中，而非从你体内体某某一部位，各爱记哩。气不是准在咱体内哪一个部位，不是安尼。咱爱让它气布满整个身体，伊拢会当放出这无量的光啊，哈、哦。过来，那个尤其呢，大宇宙虚空啊，大宇宙之气，大宇宙的气啊，大宇宙之气啊，是自然平衡的法则，是真自自然然平衡的中法则的中心点，叫做核心，叫做核心。大宇宙自然的平衡法则。自然的平衡法则啊，就是核心，就是法则中心点，就是中心点。咱常常听的什么佛祖、佛祖、佛心哦，佛心啊，佛祖哈、啊，有、哎、大自然、大自然、大自然、宇宙大自然的平衡法则，有、哎、宇宙大自然的平衡法则的中心点，中心点叫做真气，叫做真气、真气。精气就是核心，核心，足细足细核心，核心的咱这个核子，核子弹，核子弹是足细足细看袂到的。核心啊，核心的力量上大，所以核子，核子过来就是说核心，核心就等于是佛心，咱讲的佛心，所以我现在常常在怀疑吼，哎，这佛心佛心，在怀疑咱中国话吼。这样的少数民族才多啦，五十多个民族组成起来。那么这个位吼是何子啊，佛子，哎呀，佛子，我所以我断定是核心才对，何子，核心，而、啊、佛心佛心的，这呢就是属于哈佛心，佛，当然佛啦佛啦哈佛，所以这个语言呐、啊、口音呐、啊，哈、哦，这样以科学观的核心，核心的何子。佛子微乎其微，那个佛心呢？佛心呢？佛住佛子，佛子就是咱的原动力的生命，生命非常渺小，但是也非常大，嘛是非常大。渺小的你找不到，看不到啊！这个人啊，死翘翘的时候，这个人死啊，生命在倒，你找不到。哈、啊，你个放倒去哦，你看会到啊？看未到，放大镜来看看未到。那么核心呢？核子呢？核子呢？核等能呢？哼，这运动来的。啊，只要你看啥，哈，这条散发出你看有无？好，会害毒死人，几多斤？甚至你看未到，那叫做核子，哈。所以不管是核子嘛好，佛心嘛好，那么我把它统称为一个真气，哈，就统称为真气、真气、真真正正的真气。咱的生命原动力、生命的原动力，好，核子原子等等，也是一小微尘。因此，咱人本来应该融入大自然中。咱人都爱融入大自然之中，而且呢，咱无可能要求大自然来融入咱的身体之中。咱的风水的法则，经过精髓伫遮，哦，咱应该融入大自然，起一间厝，爱融入咱融入大自然。
吼，咱爱符合大自然，咱无可能叫大自然来符合咱，无可能。大自然啊，比如一支山，山形都安尼，啊，你嘛无可能我厝内起的起平叫山形，阿爸来变到我是同款山形平，这无可能的道理。所以啊，咱要点地理，看处场，咱爱看附近的山川、山甲溪，山高水深，人民归心。咱迄个违背自然，山高水深，比如后壁山足高呢，吼，啊山足高，啊头前溪呢，足深的溪安尼来安尼去，吼，这水，山后壁真高，啊后壁厝呢，你住在遮。恁各位啊，恁若以后要要大陆西啊，要啥，恁个爱看，恁要注意。哟，哦，这个修行人，咧爬伫半壁咧，这个人，吼，阿弥陀佛啦，吼，我佛祖慈悲，吼，我见到这个人啊，足欢喜的。吼，你着亲近哩，嘿，你有一间你行到七到八条，吼，你着知，你会行到七到八条，你含有个尸骨吼，你找袂着。爱注意，山真高，山高。山高水则深，吼，足深个嘞。山高水深，人民归心啊！你看是人民啊，但是伊个归心啊，伊个鬼鬼祟祟个心啊，互你抓抓袂着。若是你若讲要合伙朋友伫遐合伙投资做生意啊，你若拄到这个，你看伊厝后山足高个，山足高，啊头前嘞水水足深个，嘿，你看慢，难讲。好，你不要说啊，这是好朋友哈，因为就是啊，伊就是气也硬的，面顶的气上下直接直线，无形中呢，伊的反面无情，一刹那都无情都无情。爱注意，迄个伊的心啊，所以思想一切行为，所以地势和地势去啊控制，地势控制。好，但是山高水深，人民归心啊，这是教各位囝，恁来去讲啊吼。啊！这个法啦，好你看，阿拜保护自己呀、啊，不伤害别人。好、哦，咱也无必要讲你人啊，足开心咩？咱无必要，咱呢，闪一下就好啊。好、哦，闪一下就好，不得不信。啊，要一种呢，这个山这么高，啊，下面啊，起一间啊厝，下面，那像这种你嘛爱注意。这种这栋是后壁山足悬的，爱注意啊！迄阵咱中国啊，迄阵遐么去往卖去的人，迄人都住在山下。中国啊，吼、哦，迄个遐么规个国家去往卖去啊，做一届含骨头都无要飞出来哦。吼、哦，后面这个人就住在山下。吼、哦，后壁足悬的山这个形，啊，山下好足水的。吼、哦，结果呢，咱中国国家啦，遐么去卖。啊！你也敢讲假头路啊？你也看后壁山只脚，哦，你厝地你也水，头路一定足好，是啥原因？伊个阳电 plus 足悬个 ，plus 悬个，伊个风啊来去去摩擦对，一产生只气出来，阳极阳电强，阳电强，伊个头路在变化足紧个，一变化他不计后果，不计后果就对啦，伊想要做啥就去啊，不计后果，即个后山悬。好，那拄着像这個，就是哦，后山悬的阳电 plus 阿数啦，迄、那个电阳电啊，天线真悬，真悬的变成控高，控高，好，各位爱了解这个原则啊。好啦，安尼呢，咱后摆较袂食到真无必要的食亏。若是咱的厝若要起啊，上好咱无去，
后摆咱的子孙，子孙咱可能会做做一个罪恶恶人，罪恶的恶人，爱注意。咱摸迄，咱摸都摸摸起，我出不来起迄个形啊！好、哦，这就是各位爱考虑的，爱考虑的。好、哦，这就是讲保护自己，不伤害别人的对。保护自己，我卖去这个所在，像这山这山下这这高头，我卖去，我去较远的，好卖去接我的，好、哦，还是后山足高的安尼吼，像咱对面这山真高的，山下的要大你爱先注意，啊、哦，咱就卖去。卖去咧，惊伊孙啊，袂变歹，吼，袂心袂凶，袂凶咧，咱就保护家己啊，啊，咱就袂伤害他人，不会伤害别人。好，咱学习这个法门的人，本来的就是讲保护自己，不伤害别人，就是安尼来。好，这就是你故意今日吼这点咧，啊，咱嘛爱了解一下。所以风水的法则，风水的法则啊，是教咱融入大自然的妙法。哈、哦，第七十六页哈，风水的法则啊，是叫我们教咱融入大自然的妙法，并不是要大宇宙虚空大自然啊来成就咱，来融入咱。哈、哦，所以啊，风水学家的东西，东西名，西西名。好，达到咱一个研究甲评估啦，咱爱注意研究评估，因为呢，咱真侪信徒吼，话讲有研究东西名西西名，吼研究甲足侪，而且切做真大本，吼相相片翕真准，那个真迄，但是诶，迄个吼，我本人无印证着是啊，我唔敢来使用。我有印证着种东西宿命呢，因为古早时代诶物件甲即摆无相像，古早诶物件甲即摆无相像，好。古早灶空，即摆无灶空，压树炉，还是无风向。古早咱个灶空会喷出喷火，吼爱哦，啥物向会喷火，吼才袂伤到人个本命。吼、哦，那么现在压树炉伫倒，放伫个所在尔嘛。压树炉位置甲风向，啊，即压树炉切嘞，那也无喷火啊。哦，所以这里反了，无正确。吼、哦，过来嘞，就名称为，你着东四命，你爱坐啥物向个，西四命爱去困啥物向个，哈。翁仔某无共命的时候，爱困小茶，吼、哦，有影啊困倒茶，啊干了当鼻卡烧倒啊，迄保证免冤家。啊有一个故事啦，拄好一个先生呢，啊伊就是讲，这个有一个情况是两翁仔某，啊伊的太太啊吼，伊、哦、的太太甲先生啊，吼、哦、啊两个毋知啥时阵呢，熟识一个先生。啊，一先生咧，就讲哦，你的灶位啊，吼、哦，要爱刷伫倒位，你的东四命，你爱刷伫西边，吼、哦，因为阿翁婿咧，头家咧，就西东四命，啊，阿某咧，吼、哦，伊就讲好，对啊，我阿卡拄到遐有利的，啊，伊就要较刷伫西边面，刷西边面咧，啊，迄、那个先生讲，你甲刷过就对啊，伊讲先生，我翁唔肯啦，伊讲吼，你甲刷过，某就爱听你的，翁就爱听你的啦。哦，发现这个，诶，某同我刷过来咧，红晒怎出去啊？啊，出去撞皮时，倒转来咧，哈，早起刷好，拢改好去啊。好啊，因某咧，啊，就转来，点点无讲，因红晒咧，一直就真生气。讲你是安怎，你甲刷安怎来？好，伊个先生安尼讲，讲安尼，你才会听我的话。好，嘿，袂得啦，我你一听我的话，就睇一弯啊。讲你是安怎，你原来你就叫先生来，就爱叫我。创安尼就爱好啊，爱听你的话哦，爱安怎？哈，家庭不灵，啊，家伙啦，乱乱，到尾然后气了，怎算了？袂见得啊，红晒白倒来啊，这才罪过，新鲜的罪过。研究古早人，连个古早人的物件都拢对，唔对，唔是全对，爱国爱了解。吼、哦，古早的环境无相像，古早的物件无相像，古早有古楼，吼、哦，也是有无古楼。甲现在无相像，现在拢有高楼，古早无高楼，古早无地下室，即有地下室，那么你怎么办？各位爱正确认识事实，会演变、变迁、演化，哈、哦。所以咱呢，这里爱符合着整个环境，哈、哦，袂使你讲哦，古就是东四命、西四命，哈、哦。啊，你比如一间厝，
那翁婿呢，同四命，就哦，你爱带同四命。某呢，去问先生呢，就爱带三四命。两翁某看要安怎？一间厝，两个问讲，一个头前一个出，对头对后壁，安尼如果唔对去啊，吼、哦，所以啊，一间厝先天为体，先天为体，咱爱融入大自然，厝嘛是大自然的一部分。咱人爱融入大自然，将大自然好调整好者，咱爱融入大自然就无病。假使你要违背大自然，包括咱的心法，人甲人中间互相相尊重嘛是大自然，互相相体谅嘛大自然。所以你若无多去互相相尊重啊，无了解这个法的时啊，你根本就无多融入大自然，有命算甲无命，有命歹甲无命，吼、哦，这就是各位爱注意，嘿。有部分的宗教界人士啊，而且有中部分的宗教界人士对这大自然的气甲气的科学理论啊，好、哦，拢看作这迷信。真的宗教家啦，拢哎呦，这个气都迷信啦，拢气甲气，气这真气甲空气拢是迷信的理论啦，拢是迷信，拢哎呦，不要信啦，这是外道，这风水啊，风水啊，这嘛外道，拢个风水学的外道，一直打行风水外道，所以啊。这就是无亲自了解、无亲自大宇宙的原则啊，所以讲任何外道，家己会食到鸡，嘿，家己会食到鸡。吼、哦，这呢，因为你若了解大自然呢，就是法的事啊。你呢，相信你会了解个啥物气、啥物风、啥物水、啥物空气，安尼来呢，咱才有法度教导众生。咱有一寡信众弟子，吼、哦，伊呢吼、哦、来见过面，吼、哦，普通时。伊就按我师傅叫念佛，念佛，念佛，哪通拢叫念佛啦？啊，什么看嘛念佛，白冰啊嘛念佛，看念佛嘛是同款，嘛是白照白，哎、欸，听照听，很闹好。啊，这有一天嘞吼，啊，就看到啊第四代的那那讲这个厝的管理，伊甲敲过嘞，哎、欸，敲过说平安嘞。啊，所以诽谤师傅讲，哎呦，念什么佛？我那这面朝啊，佛教遐久啊，艰苦噶呢？你阿婆个拢无阿公家叫念佛，我都无阿噶安尼艰苦噶呢？我无信道哩，我你唔对，哈、哦，这唔是讲师傅唔对，师傅伊就无了解这个法的道理啊，无了解这个法，哈、哦，无了解这宇宙间这个真气、空气、真气、电波也运转的如何，无了解咱人。哦，这为何会被这个气给人影响去？哈、哦，所以啊，伊跟你讲无，你不用阿怪，只是讲咱无智慧，咱无开悟要业。但是啊，各位爱了解，咱住伫地球上，一定会受到地球的吸力；咱住伫厝内底，一定就受到厝内底空气对流，哈、哦，以及乱的电波给人影响。无论你是王侯将相、皇帝总统也好，一定离不开这个风水法。咱的英国啊，是迄条做啥啥物啥物啥物塔，啥啥物迄个啥物物件吼，啊，就后壁呢吼，后壁呢开一条沟，一条沟足偌大水了吼，对冲对迄啥物江，可能啥物江，英国啊，哈，啥物我都唔知啥物江，啊，结果呢，用好了路易十六上断头台，后壁水在冲呢。后壁这狗吼，迄阵咧故事上诶，去英国又去看，吼、哦，变成山咧吼。咱起一间真大间，吼、哦，伊向你头前遮来，啊后壁就开一条那个河，一条河安遮来，开安尼来，一条河开安尼来，吼、哦、山安尼来，吼、哦，啊安尼来，这间树向安尼。最强首脑部，最强这啥啊？不好意思，用火两种起高火，路易十六上断头台，那是法国，法国英国，法国哈上断头台，接着后边这水的冲来，这是地理引起的，还阁有嘞，哈，接着你有那写到位的，还阁有嘞，还阁上断头台，哈，这个原理就是讲地理环境、大自然环境嘞。会影响到人，影响到人，吼、哦，这点咱爱注意，吼、哦，无论是你王侯将相，还是修行的大高僧大德啊，那住了无下未歹，未用住的厝啊，照常啊，挨杂杂也未好势，吼、哦，所以啊，咱的心念确实有欠智慧啊，咱若安尼讲有欠智慧，讲到啊风水地理拢未信的，安都唔对呀、啊。
啊，三都风水，啊，三是气，三是什么空气呢？这些问题呢，哈、啊，咱大家爱冷冷静静，冷冷静静的，咱来加检讨，咱来冷冷静静检讨，好、啊、来加研究，安尼咱呢就袂造成足多无必要的苦恼。咱这节啊到这为止。